一个月这个到底能挣多少钱啊？哦，我兼职就主业加副业，就是大概的话，平均一个月1.5个左右，1.5亿。1.5万左右。哎呀，他给你开工资吗？不开。你做我助理，我给你开工资，我不保证愿不说意。你这不好那不好。但是它确实不好，老师，你用用我它你就愿知意，道了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8小时工作，朝九晚五，该下班下班。这个唯唯诺诺的，你父母见过他吗？见过，喜欢吗？反正评价中等吧，也没有说特别不好。你见过人家父母了吗？没有呢，就是他见过我妈了。本来我们俩谈的是说，我跟他一起回去见我妈，然后结果他说他过两天有工作，然后就自己私自订了机票，然后直接通知我妈，让我妈过去跟他见面。然后他订好饭店，直接去了之后都不让我妈说话，他自己在那儿嘚嘚嘚说一通，特别不尊重我妈这种感觉。首先，你去说我跟你一块儿回山西，我拒绝了，我说我有工作，对吧？第二点，不要说我不尊重你母亲，我给她订的专车，然后给她订的头等舱，对吧？酒店我也在咱们承受范围之内，我订的最好的，我怎么算尊重啊？我非得抱一个鸡把你妈妈接过来是吗？况且在桌上我说的都是一些实话，就像今天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对吧？我妈要的是这些东西吗？我妈要的是咱们俩的那个态度，是咱们小辈一起回山西去跟她见面。你说咱们俩去山西，这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啊？我第二这天古工往今作，来就是这样的呀，哪有说婆婆敢过来见儿媳妇的呀？我第二天要工作，你有考虑过我吗？再说了，你父母在山西老家有什么事儿吗？也没什么事儿吧，让他们来一趟，然后再回去，我尽量给他们安排最好，不可以吗？你的世界就是只有你自己，别人都不重要。不是你妈干嘛来呀？那我妈就是村里的人嘛，她就想着机票也挺贵的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她就心疼这些东西。哎呀，这老太太来了，这心里……就其实我平常自己在她这受委屈也就算了，那我妈都来了，然后她跟你妈说了对什我么妈话？的态度还不好。他们谈了一些什么实质内容吗，姑娘？我就跟阿姨说，我说那个让您儿子跟我一块儿回东北，然后我家那边的话，房和对，就车是让就我入是赘嘛。近一年都可以准备好。他的意思就是跟我妈说，让我直接嫁到东北去。我原话就说是您儿子这边就是目前还没有工作，如果您这边考虑一下的话，就是我家那边可以备上那个车和房，然后可以跟我回东北，然后可以在河北这边发展。有聘礼吗，姑娘？可以有啊。其他的都能忍，但是这个入赘这件事儿，就是我和我家的底线。啊，我帮你问清楚啊。嗯。结婚之后有了孩子，孩子跟谁姓啊？跟我啊。那肯定不行啊。房和车都是我的，我就婚不礼入的钱赘。不用你掏一分，第二个孩子可能跟你姓，看你不表是，现吧，行那吗？咱们两个人结婚就不能咱们俩努力吗？咱们俩自己努力买房买车不行吗？就非要靠家长。你看你那像努力的样吗？你让人老师说。你让我努力吗？你都不我让你让我。努力的时候，你努力了吗？你一个月能挣上2000块钱吗？孩子跟你都得饿死。我现在哪敢有孩子呀？我都看你都害怕。所以今天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给你勇气，我斗争到底，还是说？就是我在底下也跟他说过很多次，但是他永远都不听我的。我就想着说，各位老师也能帮我劝劝他，就让他改改他这个性格什么的。不是你到底让人改性格，还是说你别让我嫁到黑龙江去？这个是底线，就是如果非要往黑龙江嫁的话，那也不可能。如果说这个底线可以商量，然后他的性格可以改改，我们俩我觉得是还可以继续下去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，你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好不好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崔同学，你爱他吗？你爱他爱。哪里？
Thank you.